然后再来介绍适合小朋友吃的。这是妈妈给你做的新玩具，这是一个吃完的巧克力的盒子，然后把糖果放在里面，要怎么拿？哦，你也放一个进去，然后想办法把它拿出来。怎么拿出来嘞？来给妈妈拿一个糖果给我吧。嗯哼，快要成功了。另外一只手要来帮忙吗？哇，一只手就拿出来了，你做到了。妈妈等你，对，另外一只手也来帮忙吧。来，妈妈帮你吗？Yes， 你做到了呀！你要努力尝试啊。那我们去烫衣服咯。今天晚上要做肉味噌，所以买了葱，需要用葱绿跟葱白，然后早餐的吐司，肉味噌要用的杏鲍菇，味噌，猪脚肉。你在那个不要玩了，离开，请你离开。还想要炒一个青菜，是特价的。特价的丝瓜，因为它凹了一个洞，你凹了一个洞，所以特价。这个是我之后要煮的鸡豆，要跟 kale 跟 tahini 一起煮，但是今天没有买到 tahini， 这个家乐福没有卖，下次再买。那但冰箱里面已经有 kale。然后再来介绍适合小朋友吃的。这个小点心一整条39块，成分表，还有回购的这个母蛋很爱的优格，因为它的跟热量都很低，可以接受。这个也是可以当小朋友的副食品的啊，成分表，这个也是回购很多次了，
这个带出去很方便，带小孩出门可以就这样带着一罐，它里面就有汤匙，不用再另外准备汤匙。它的味道是清甜的，我有吃过。哎，你把妈妈的饼干藏在这里哦，那妈妈找不到饼干了。妈妈后面吃饭哈，要一直举着，要哼歌哦，好好听哦。妈妈好喜欢听你唱歌。但外婆想要跟你讲话，要打给外婆一下。外婆。对，外婆。打给外婆。那海豚，海豚爱唱歌。爸爸，海豹，爸爸。哇，水来了，海星就变成红色的了。那海豚呢？海豚要变什么颜色的呢？这个。带小孩有的时候觉得蛮顺利的，有时候就会特别艰难。那昨天傍晚是一个一开始看起来蛮顺利的，
觉得应该就会这样一直顺到睡觉了吧。结果后来突然发生了一个很紧张的事情，是那个时候母蛋陪我叠衣服烫衣服，然后后来带他吃饭，他也自己吃，我一边烫衣服一边转过来看他，哇，看起来一切都好棒哦。结果他吃完，我要把他那个餐椅上面的餐桌拆下来拿去洗碗槽洗的时候，那个餐桌撞破了，我放在洗碗槽边边一个玻璃罐的洗手乳，就满地都是玻璃碎片跟湿湿滑滑的洗手乳。我就赶快先镇定，因为那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在家，先去把牡丹放到他的围栏里面。那他现在这个年纪，有时候他又不喜欢待围栏，他就会尖叫。那还在那个大吼大叫的时候，我就很紧张的要清理那些大块大块的碎玻璃。碎玻璃装起来之后，清理地上的洗手乳，我自己踩到差点滑倒，好险没有滑倒。后来就开始拖吸地板，拖地板。就拖地板的时候，我又不忍心牡丹一直叫，我想说玻璃都清干净了，应该可以放它出来。结果是地板还没干，牡丹踩到湿湿的地板，它90度棒往前一打，然后它脸直接砸到地板，是没有太严重，不过就觉得我干嘛做这种蠢事，这么早就把它放出来让它跌倒呢？我明明知道那很有可能会跌倒。结果就抱着他一直跟他道歉，一直道歉，我好自责哦。就后来伊森回来了，他就接手，然后带他一直到喝奶哄睡，结果他帮我做了晚餐，然后晚餐之后他就说，你去做你喜欢做的事吧，你可以把今天牡丹发生的可爱的事情画下来啊。结果我就去把牡丹今天下午发生可爱的事情画下来。有时候我觉得 Ethan 比我还要了解自己，他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也感谢神给了 Ethan 跟我一起分担育儿的这个重担。